璇她其实她的一个身长大概是90公分左右，那它展翅之后也可以达到120公分，那它的全身都是白色，那就是它的头跟颈还有它的脚还有跟它的鸟喙是黑色，那所以就是俗称的巫婆鸟。那如果说民众有发现到这种鸟的话，那就是请来跟我们花莲林区管理处这边做一个通报，